今天是2023年11月18日，最后一天的年飞来到迪士尼。今天是星期二的迪士尼，真是多人。不要张纸，这一张一块，这一个卡。Mastercard Apple Pay。卡唔该。耍得嚟多钱。好啊好啊。Thank you， 多谢晒。唔该晒。又系左路。呢个双层巴士啊。去呢個城堡側邊啦，咁而家以前咧就會行呢條路，但係咧而家就會揀穿個城堡，覺得城堡真係好夢幻呢樣嘢。我上次去呢個灰姑娘小熊猫，系依家嘅小云啦，我仲系日头啊嘛，喂！再次嚟到 Frozen Land，last time，just for the first time in forever。超多人啊！呢度啊，最後一次嚟呢度嘅感覺真係奇怪。呢度就係風神城堡，咁樣城堡啦，冰堡啦，即係 Elsa 冰堡啦。呢度就係魔雪橋環之旅，雪橋啊，最靚其實我覺得都係。因為呢一邊咧個咁嘅雪啦，呢個冰雪花呢度真係好正，亞得爾其實雖然佢唔係100分亞得爾，因為佢唔係依照電影嘅原著一樣，但呢度係已經係90分嘅。呢個就係《科薩尼奇幻之旅》，今日就應該唔玩啦。What else? Yeah.Dead in the ride. That makes sense. I'll have to check there next. 今日係最後一次啊！呢度見到 Elsa， 第一次同佢講嘢，黐線 ，magical。咁除咗咧玩雪橇嗰度之外咧，喺雪橇嘅對面咧，呢一邊咧都有呢一隻嘢。咁佢就喺呢一個叢林呢度啊，嗰邊就係雪橇啦，呢一個後面呢一個。咁佢呢個位置咧，側邊就係 Elsa 有叫嘅呢個位置啦，啱啱。咁呢一隻嘢就係嗰只火精靈啦，因為非常之靚。咁依家咧，咁仲呢支嘢，去影呢一隻嘢啦。好啦，途中見到。Casey Talk
to travel up the North Mountain.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You too. You too. You get high five. I'm on the new honor, too long. You think I can do it? Wow, this is incredible. I think I can do it. I think I can do it. I think I can do it. I think I 呢邊就係排雪糕嗰邊啦，好彩優先場食咗啫，而家就排好多人，即係咁樣排都唔知點樣食。依家再一次離開福壽，依家準備去翻大家嗰邊影下相，之後就等煙花啦。一齊大家呢一度啦，睇下呢個 show。哇！而家休息緊，周圍都係啲好多人打緊卡，依家都係啦。我哋而家休息緊，陣間就睇呢個 momentum， 睇我今年最後一次應該。而家就喺呢一個大街，周圍環境超靚，呢個天色好靚呢個。真係有啲想喊，唔知點解。喺夜晚，有呢個 Olaf 喺城堡面前，而家咧就等緊呢一個煙花。不過其他 show 我唔睇啦。今日嚟咧主要目的係為煙花。而家就望住呢個城堡，其實城堡真係好靚。唔捨得，而家咧就準備等呢個煙花，而家係應該係8:00左右，就而家就前面就係貴區啦，冇買到飛，所以而家就喺平區嘅第一條線嗰度，陣間就攞雲台拍嘢，陣間應該用呢個條片嗰度用嗰個部機先出嗰啲畫面俾大家睇，到時再見。在各位为今晚画上句号的同时，我们盼望你和你的挚爱亲朋会继续创造更多属于你们的动人回忆。多谢，希望大家。现在是明日世界门口啊，最后一次来到明日世界这个门口。暂时来说这一年，暂时来的这两年。唉，为什么做一些东西呢？哇，个水。
on the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how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place I never knew. But when I weigh up here, it's crystal clear. And now I'm in a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Unbelievable再见了，我的阿好妞啊，超好，隔篱嗰个求婚添，真系呢、这个世界真系唔知道点。再一次嚟到呢一个小镇大街，雪糕店啦，大街餐厅啦，呢、这、一个门口成日都影相 ，Pandora 呢边，哇，仲多人影相。差啲撞死我！好中意一個最靚嘅維多利亞風格，大街市集，就我之前草編嘅位置，呢個係 Market House， 即係 Starbucks Coffee。聖誕樹又非常之大啦，以往慣例 Main Street Bakery 啦，就係賣啲好甜嘅嘢啦，凍甩又愛又恨啦 ，Duffy 就係呢個 Go to Distance 真係好聽，都有 Duffy 睇下先。给了通流最后一天冲动消费买了两只雨褛和给了通这个普通版圣诞树前唉现在终于都来到了这个闸口准备出这个迪士尼了真的今天是原本的一天非常之好今天是今日最後一次通過呢個閘啦，出咗就翻唔到嚟啦。拜拜迪士尼，今年係2023年11月28日，完成咗我年飛啦。今年總共又唔知入咗十幾次，係最少唔係最少一年，接近最少一年。拜拜迪士尼，行出呢個閘啦。慶祝我離開了應該是多謝曬。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come to you， 今日再一次嚟到，今日真係謝謝光臨啦！依家就準備通過呢個閘啦，依家通過呢個閘啦，謝謝光臨。Thank you 迪士尼 ，Thank you Hong Kong DCL， 黐線，依家就去迪士尼站啦，終於離開迪士尼，而家心百感交集啊！而家心情，今日嘅呢一刻我會記住嘅，多謝迪士尼。暫時嚟講，最後一搭車嚟先。好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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